李晨现场发飙骂哭范冰冰，一直老实忠厚的大黑牛为何失控？李晨现场发飙骂哭范冰冰，大黑牛怒吼范爷内幕曝光，范爷梨花带雨好伤心。李晨现场发飙骂哭范冰冰是怎么回事？大黑牛现场怒斥范冰冰，温顺的大黑牛为何发飙？范爷哭的梨花带雨惹人心疼。李晨范冰冰这对情侣自公开恋情后就一直秀恩爱虐单身狗，近日却传出一段李晨现场发飙骂哭范冰冰视频。视频中李晨用手指着女友范冰冰怒斥发飙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直老实忠厚的大黑牛失控了呢？李晨现场发飙骂哭范冰冰，大黑牛怒吼范爷内幕曝光，范爷梨花带雨好伤心。自公布恋情以来，李晨范冰冰这对情侣一直恩爱有加，在康熙来了中范冰冰更称李晨是他最后一个男朋友，两人从未吵过架。不过近日有网友公开了一段视频，一向老实温顺的李晨竟然把范冰冰气哭啦。原标题：李晨现场发飙骂哭范冰冰，范爷梨花带雨好伤心，温顺的大黑牛为何发飙？李晨现场发飙骂哭范冰冰，大黑牛怒吼范爷内幕曝光，范爷梨花带雨好伤心。原标题：李晨现场发飙骂哭范冰冰，范爷梨花带雨好伤心，温顺的大黑牛为何发飙？